草叶做顶的亭子，高大的棕榈科植物，不同于城市高楼大厦的精致，位于洛江区双阳街道的南山社区，处处充满着浓浓的南洋风情。南山社区是福建省为数不多的东南亚归侨侨眷主要聚居地，保留着独特的巴黎侨文化，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巴黎村。这里的归侨们热情好客，个个都有拿手绝活，印尼烤肉、马来甜品、椰浆饭、千层糕，每一道都足以惊艳味蕾。最先占据你目光的一定是印尼沙嗲肉串，滋啦啦的油花响声伴着浓郁的烤肉香味，弹嫩的猪肉被酱汁紧紧包裹，一口便让你感慨不虚此行。浅蓝色的马来西亚椰浆饭是餐桌上高颜值代表，浓郁的椰浆香味拌上三塔酱，甜中带辣，丰富的味觉层次堪称精彩。不习惯重口味的朋友，越南河粉绝对让你一口爱上。鲜滑的河粉拌着热汤，入口温润，是东南亚美食里最朴实的味道，却能给人一种身心舒畅的满足感。如果你是午后来到这里，那么这碗馍馍渣渣一定不能错过。这道美食的名字取自于马来语 blue blue 渣渣的音译，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颇受欢迎的甜品，一小碗汇集了多种东南亚特有的配料，甜而不腻，老少皆宜。除此之外，南山社区还藏着种类丰富的东南亚糕点，千层糕、月牙糕、红糖圈、九层糕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吃饱喝足后，可以来到巴黎民俗文化园中观赏别样的东南亚景致，园内设有运动场、舞台、巴黎文化长廊、花池等景观，一步一景，景色宜人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还能看到身着巴蒂克的归侨们在园中载歌载舞，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还在等什么呢？如此美妙的南山巴黎村，快来一起体验一下吧！南山巴黎村，欢迎！